韩潮，韩老板到了吧？韩老板今天应该没有约人吧？哦，我们临时约的。这样吧，等韩老板忙完，我们再见。给我们开一个包厢，给我沏一壶最好的茶，我们先喝着。走吧。二位跟我走。你放开。好好配合，别搞砸了。小心，这边有台阶。这边请。哎，这间不错啊，觉得呢？朝南那间有阳光照进来，景观也不错。亲爱的，不喜欢别的，我就喜欢这间，好吗？你说什么，就是什么。谢谢。那二位请坐，稍后给您上茶。以后再搂我那么紧，靠那么近，你小心点。真没想到你还会撒娇卖萌啊！这种可爱的样子，以后可以多一点。工作嘛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平时不也挺可爱的吗？以后这件事儿不许再提了。哎，有没有觉得刚才那个小领班的态度很奇怪啊？就好像韩潮在这儿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我刚才看见隔壁房间有一个女的，应该不是韩太太，肯定不是，笑得挺开心啊。以后在这种地方都带，这次不就是？好像是两个人的声音，不是一群朋友聚会吗？有点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没敲门就进来，快！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就别送了，我空了再过来。我舍不得你。听话，只要有时间我就来看你。爸爸。混蛋。老板娘，刚刚有一对情侣说找韩老板。什么人？就在这间屋子。我有事先走了。